近日，杨幂前往广州录制综艺《密室大逃脱》第二季的路透图曝光。杨幂身穿黄色上衣、黑色修身长裤，搭配白色球鞋现身，青春气息满满。见到同节目嘉宾邓伦后，主动上前给了一个暖暖的拥抱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称：“两位注意隔离一下呀，安全最重要啊！我最喜欢的男神和女神啊，太激动了，这是许久未见，太过想念你的，所以来了一个友谊的大大的拥抱吗？哇塞，蜜姐好可爱呀，现在就有点期待《密室大逃脱》了。”在《蜜桃》第一季中，杨幂、魏大勋、谢依霖、黄明昊等人组成蜜桃六子，《密室大逃脱》第二季的嘉宾阵容马上就要官宣了。而且我们从嘉宾阵容名单中发现，从第一季到第二季，嘉宾阵容只有三位老成员回归，那就是杨幂、邓伦、黄明昊，他们老成员回归，还有再加上郭采洁和王彦霖两位新成员。